跋筊的时阵吼，都唔知影讲啊，今仔日是拜鬼啦，甚至唔知影日时还是暗时啊。迄是十点半，跳红点，二十一点，四色牌，麻雀，乌里亚，你只要是啥物，拢会使跋。看到钱安尼，精神拢直直起来安尼，所以直直买落去。跋筊的时阵，一直想要跋落去啊！啊，就是感觉讲无跋足艰苦的，跋到会瘾，甲讲会无想要讲把迄个筊刷去了，对吧？比如讲人啊，搁咧跋吼，啊，咱已经很累了，足忝的时阵，咱就是要，咱就去找迄个提神的。哦，啉烧酒、食槟榔，甚至于食安非他命，这我拢试过。当五六天，就是为着要跋筊，就是为着要跋筊。所以为着要跋筊的时阵，我是感觉讲，什么代志都做得出来，足恐怖。我就是讲，有做电动玩具啊，啊，有时啊做迄个美容院的小弟啊，美容院的经理啊，拢有啦。O A 也做过，轻的也做过啊。其实踮咧阮迄个场合了，拢有咧跋啊。哦，比如说我们一起扣客嘛，我咪讲啊，我你来叫你的朋友，我来叫我的朋友。咱来比赛，看谁叫较济，哦，叫较少的人就输人，啊，要安怎输赢呢？所以就是讲，你跋筊跋到讲生活的任何一种方式都，你都会使落去跋。结果去跋乌里亚，跋乌里亚了，伊个输赢足大，就是讲一翻就是两瞪眼。啊，我甲我现金砸去，几啊十万输了了。结果迄个人嘛讲，阿伯阁借哩，总管迄个阁借嘛，所以买啊算好算超八十万那里。我说我安尼买啊甲算的吼，我赢吼赢的几率，就是讲我用砖头我都算会出来啦，袂超过五届还是十届安尼。所以我就知影讲，我去用充气啊，去用充气了，我刷了迄个。总管伊有一挂朋友，敢若少年囡仔，要摕枪，吼、哦，红外线的枪，吼、哦，啊，踮遐人者，来摕子弹互你看，伊踮遐哩无意当中互你看者，互你知影讲，其实伊是有实力的人呐、啊，互你袂假笑。阿爸小迄阵啊，我一个初头迄个吼朋友吼，伊娶大陆新娘。啊，伊就讲啊，所以无你想要娶某无？我带你去大陆，吼、哦，带一个。我伊讲，因大兄在大陆做中，专门咧做中介啦，会使甲介绍大陆新娘啦。我想想诶，我就讲，好啊，因为我看其实我踮咧跋筊迄个中间吼，几十年下来吼，我嘛是感觉足孤单诶啦。我看朋友嘛是有诶人是拢有家庭啊，咱嘛是因为安定落来啊，啊，所以咱是讲啊好啊，有即个机会来去看卖啊咧。这个去，因就甲介绍，我甲伊甲介绍一下嘛。带回来了，吼、哦，啊就去酒店上班，啊就伊就走去上班，啊就拢无回来啊。我才知影讲啊，真正拄着假结婚，所以迄个打击对我来讲真大，就是讲我带回来，我是真心的。我虽然甲伊无感情，但是我对这件代志足认真的嘛。我等于甲下半辈子啊。精神啊，金钱啥啥拢囥在这个希望。我唔知要安怎，我结果都活袂落去啊，活袂落去。阮小妹是基督徒嘛，伊就来甲关心嘛，有啊祈祷嘛，叫兄弟姊妹、教会兄弟姊妹有啊祈祷，爱来关心嘛，要带我去教会。结果我去甲教会时，我就拄到上帝啊。所以拄到上帝时，我就是。去到教会时，我就听到哇，迄诗歌直直咧唱的时，我就感觉一个囡仔，我就直直流目屎，敢若是一个囡仔吼，踮咧外口去用欺负，踮咧外口流浪足久啊，转来厝的安尼，看到老爸同款，本来是踮咧外口安尼，敢若没有根同款安尼，哦，足委屈的安尼，啊，转来老厝的看到老爸，我知影讲，迄、那个平安，迄、那个保护入来啊，所以我就知影讲，我拄到上帝。感觉讲，
我下半辈子安尼吼，有一个家庭吼，啊我啊脚也解上好，啊袂解薄较碎咧，啊薰啦、酒啦，迄种尽量解安尼。我就是希望安尼有一个正常人的生活，安尼想袂到讲我明白上帝了，啥物拢解起啊。感谢上帝，就是讲我较早是娶袂着某，娶因为是我没有一技之长，高中毕业，吼、哦、无好头路，娶无某嘛。我即摆娶的是阮某，比如讲阮某是大学生毕业，伊是做幼稚园老师，吼足稳定的下某，吼、哦，所以我感觉讲我即摆就是有正常教会生活，我。比如讲，我较早歹朋友也过来找我，跋筊的朋友也找我，想我拢甲讲讲吼，我即摆已经信耶稣啊吼，啊我教啦、婚啊、啥物，我歹习惯拢改起啊。上帝改变我一切，所以我踮咧只要踮咧教会生活时，我也得到迄个满足。较早踮咧外口是找袂到的。你好，送你一张福音单张。耶稣爱你，真的有上帝哦。